庞总吗？哎，庞总正在开会。庞总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啊，我约他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谈。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面试，任何事情暂时先不要打搅。好，坐。你来这里想干嘛？你能去安康的学校，我就能来你的公司。为了那个幼儿园老师啊。苏洛的工作果然是你搅黄的。安妮，不要做傻事，那样得不偿失。你是个商人，你最能计较得失。我不会，你针对我没问题，请你不要牵扯无辜的人。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接近你，甚至于接近我的儿子，有错吗？最不应该靠近安康的人是你。你呀，你变了，你现在变得让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是的，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们，让你在外面受苦了。一个女人嘛，在外面受的苦太多，是会变的。但是安宁，何必要自讨苦吃呢？回来吧，回到我的身边。让我继续保护你们。你要知道，一个男人在外打拼挣钱，就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。如果不为了这一点，可是你是有老婆的，你有家庭。你觉得安康可以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生活吗？时间会改变一切。当然，安康是我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你还是那么的骄傲自大。你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，你不配做安康的父亲。安宁，我为了保护你们，一直都委曲求全，但是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你知道的。我想要他回来，随时随地。你今天说的这一切，你敢对你老婆讲吗？如果你不敢，我来讲。别瞎折腾了，安宁。你没这个能力。庞夫人，董事长正在里面面试员工呢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